3点半起床，4点钟出发，5点钟之前你一定要到的钓点，否则抢不到好位置。所以今天天一亮我就到这里了。等会儿你看，这里就都坐满了人，这就是武汉周边的野钓联盟。 我们自己把环境搞好，渔政开心了，我们就钓开心了。不能跟渔政添麻烦啊！先开下饵，放一下，然后再去调漂。哎呦，上来了！7米2的杆子，5号主线，3号子线，5号钩，浮漂是吃前6克的，因为这个防止走水呀，好抛竿。 抽，保持这个节奏啊！那个弯弯里面肯定好多鱼，那一进去都在那个弯弯里面躲着，杀气太重了，我这。 哎呀，刚刚说啊，锚一个，哎，这一来了，哎呀，这一来就幸福来的太突然喽！哎呀，第一条不能跑。 哎呦，这鱼真是黄尾巴的，这真是看上去舒服啊！你看这鱼这带黄黄色，这舒不舒服这？看今天能搞多少条？现在6点钟啊，钓了大概10几分钟，抛了10几杆，来了第一条啊，感觉幸福来的太突然了。 这看到没有？现在刚刚有动作，现在开始真正进窝子了，有口了。经过我不断的抛竿，好日子就要来了。嗯，这爽啊，这个口。 哎呀，来了，进窝了，搞生产开始了，这影响到别人了。哎呀呀，快回来！哎呦，你看12点钟方向，看到没？哎呀呀呀，第二尾，第二尾，多长时间没见过这种口了？这真12点钟方向啊，第二尾啊。 预计即将进入快车道，现在大概钓的水深1米5左右。1米5啊，那简直是水皮抽鲢鳙啊！还这块钓的人少了，哎，又来了，哎，这感觉爽不爽啊？ 哎呀，这大劲的都，谁说这鱼没劲呢？哎呀，哎呀，这没劲了吧？哎呀，连草带鱼。哎呀，这鱼皮肤我跟你讲可以参加选美。现在窝子里面有鱼，但是气温低，等会儿太阳一出，温度一高。 哎呀，那来更爽了就。
就是爽啊，这野莲蓉就是这么爽啊。这个好像大一点呢。嗯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大一点，这个好像。哎呀！到位到位。可以吧？这。像这种河里面钓鱼啊，它肯定是不停地走水，要么往这边走，要么就往这边走。我们在一起钓着呢，最好都是钓一样长的杆子，这样的话它这个人的窝子都是一样齐，这样钓鱼也好钓一些。武汉人特别讲规矩啊，六米三的都坐一起，七米二的都坐一起，一般的走过一二十秒二三十秒，最多走个一米多，不吃你这羊杆，不然那个窝子就聚不住，聚不拢，那个鱼它就越钓越少，不能等得太久了。现在十条了，今天目标二十条。不对，大黑漂啊！啊？香吗？香吗？好像大一点，反正，哎，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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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碰头碰头下水来，哎，不能跑了，抖进去，抖进去，哎，好大的，我杆子拿去，我就拿那个，这十二点钟，勾着这一点皮。来来来来，第二个旁头啊！来来，看看有多大。这重吗？比刚才还重一些。哎呦，塞不进去啊！不会又是花衣服吧？哎呀呀呀！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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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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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。十几十三条吧？十三条了吧？路易十三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你给我回来你！哎，胖子，胖子，胖子，好大！大头，大头！哎呦，好大！看，这，你看这胖子。这打进来，好，来了，往前推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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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，推一推一推，哎呦，离得超一半，哇，这条大，十八也行喽，十八，这胆子好大，来。一二三，呐呵！哎呀，大家伙，大家伙，一看就是大家伙，两头摆头。哎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啊！副角度，副角度，哎，副角度，哎，前面有马。大，我说是大家伙吧。
这个鱼一拉，你杆子就只有这个位置弯了，前面都直了，就等于拔河了。我这一拉杆子是个弓，它就不容易断。杆子杆子没腰力，这但这个鱼肯定很大啊！一看在里面摆头那个姿势就看得很大。哎哎，不用来了，收杆收杆鱼了，哎，不会是个大的吧？不会是个大的吧你？没有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进来了，结束了。来来，照个相。这鱼太小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把网拖过来，你们照个相。再钓一条吧，再钓一条吧。我不钓了。再钓一条不？我就不钓了。来来，看一下今天一上午的渔获啊。暴富了。武汉这些地方钓野钓就是这么爽啊，看得别羡慕了。哟，来哟，来哟。二十条啊，定的目标就是二十条。由于这个鱼啊特别好吃，所以留一条大头吃，其他的都放掉啊。好，来来来，留这一条，来送给你，送给你了。哎呀，快了，快快快！哎呀，现在正好，再不能要，再不能要了啊！好了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！来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乖！快走，快走，乖！走错了方向。来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。这个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呦，这